养你的囧照、范冰冰的囧照，这些可能是女星们最想删掉的照片。范冰冰，不知道范爷看到了啥这么惊讶，被摄影师不小心抓拍到了。杨幂，这一照片应该是杨幂参加某个活动抓拍到了。孙俪，娘娘的这张剧照真的是，哈哈，估计巴不得剪掉这个镜头。赵丽颖，这是赵丽颖刚出道的照片，估计这些照片都是他们最想删掉的照片了。